其实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挺在意大家的那种评价的，说哎，说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呀？哎，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做过呀，为什么要这么诬陷人啊？亦或者是哎，我也不是这样的人啊，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有一个这样的评价呢？你根本就不认识我，你也不了解我，为什么要对张嘴就来呢？我要自己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有些东西不需要解释，那解释那么多了完全没有必要。对呀，那我解释那么多了之后，跟我不解释还都是啊，我自己在过我自己的生活，我身边的人，我的家人，还是我们这些人。所以我觉得，就是珍惜当下，当中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是要让自己开心，对，因为就人生嘛，一共就这么长的时间，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让自己尽量去开心。如果不开心的话，那做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了。其实我觉得自洽就是一种自我和解。我准备好了。好，一二三，一二三，我先放一下，我再听听这个。有很多，的确有很多想说的话，在心底没说过。专辑的名字叫《Be Self》，是字母 B 加一个 self，我觉得这个含义可以有很多重，也可以是属于我，这个姓 B，然后 self 自己，然后呢，也可以是我的那个名字 Bevan self，也可以是那个 Be self，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best self，就是最好的自己。后排这首歌呢，主要是。就是关于人的情感，然后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因为最开始我学唱歌的时候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以情歌为主。然后呢，所以我想说，那作为歌手，还是自己的这个初心在情歌这种就比较悲的呀，就是这种歌。一直以来嘛，就学个80首里面有70首可能都是这种比较丧的，所以我得作为歌手得发挥一下。打破常规的。别人在宅这首歌，哒哒哒，然后它有一些拍子上的往后延，玩着拍子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之后旋律上的中间一小部分，有点像有旋律的 rap，对，然后编曲上还有一些我开头啊，就是这种，就觉得写的那种自我的东西，对。像这个专辑的这个概念，3首歌就是我的3个不同的身份，对，可能是演员、歌手，还有日常当中的我自己，对，大家都在这个社会当中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但是其实这些角色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对，所以我觉得，Be Self 其中包含的一个是我自己，也可以是每一个人的自己。人生嘛，得往前看，活在这个当下，把当下的事情抓好。那样，等到你，比如说昨天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努力，等到今天的当下的时候，哎，我做，因为昨天有努力做某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变成了一个当下更好的自己。
你有什么特别想要加进去的东西吗？比如说你想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或者是你有没有想特别让我比如说拍的内容？因为我也没有，因为整支 MV 不太想要它很有故事性。哦，明白了。嗯，氛围感。对对对对对，就可能就是剪出来的感觉，可能就是哎想到哪儿做到哪儿。嗯，就是想出门了就出去转，然后之后想在那个家里面待着这样的非常舒适。嗯，具体没有特别想加的，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拍摄现场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景可能会有想法吧。嗯，明白明白。对对对对对。上一次来青岛是2015年的时候，对，那时候上高二，对，然后那时候玩悠球，来这边比赛，印象深刻。然后跟我们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在青岛还玩了几天。比赛结束之后，那我是第一次就是离开辽宁省出来比赛。之前也有想过在海南拍，还有在北海，大家也都看了很多景，但是到后面就是多方的这个大家一起探讨，就觉得还是青岛相对来说更合适一些。没有雷暴这个雨的话，那他们就按着下午3-4点开拍来，但是很有可能说，因为你搭机器或者置景也要就是去搭嘛，要2个小时，但是很怕他们搭的时候是晴天，然后搭完之后我们去拍就下雨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要不就直接晚上开拍，就是还是按照像昨天沟通的那样来，晚上开始拍，然后拉满28个小时，后面也有补拍的机会，就不管下不下雨，那就是机器一直就在这儿，然后能晴了就立马去拍，这样。可能在拍摄过程当中有一些因为天气原因，因为暴雨原因没有办法完成，但是那就是当下的一个状况，我们只能说是在当下的那时候当下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找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现在再回头看的话，也是属于是这个制作过程当中的一部分，也是属于是跟这个我们这张专辑的主题我觉得也很贴，就是 Be Self 做自己。希望我们这两天都可以很好运顺利的把这 MV 拍完。对，抓紧趁着没下雨之前踢着哐啷的把该拍的都给拍掉，看看能不能出来个封面。傍晚上红色玫瑰，然后到最后一卡正方形的嘛，卡正方形的专辑封面嘛，然后下面这段是我，上面是天空跟海。就说白了，你要人好，我知道了。好，下面是人，上面是海。好。搅拌暧昧，落叶树藤。拍着拍着，突然间看着这个景，看着我这个穿的衣服啊、发型的这个状态，然后之后呢，会有那种想法出来，对。再试一下，看看其他的景还有没有，然后可以再找一下方案。盛夏酿成了糖，第一口药先让你品尝，世界像梦幻的剧场，浪漫不打烊，我陪你流浪，
像月亮的潮汐的回忆，像站台的夜秋崩溃。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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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没有用过这个。我们有没有机会？盛夏酿成了汤，第一口要先让世界像梦幻的剧场，浪漫不打烊，我陪你流浪。对，我现在鞋子已经完全湿透了，里面灌满了水，我现在走路里面全都是水，咣叽咣叽的。下起雪，剧情才会更甜，玻璃倒映你的笑脸，爱在蔓延，不知疲倦，晚风。好了，我们今天这个照片的内容结束了。Hello， 大家好，现在呢是11:43，对，然后刚刚小睡了一会儿，睡两个小时，现在准备化妆，然后出发去拍 MV， 然后外面现在还在下着大暴雨，希望等我化完妆之后它能停吧，对。现在是这个6月28号的凌晨1:17，对，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正式 MV 的录制了，对，然后天那边说还在下雨，然后我们先去一个外景先看，如果说雨停了呢，我们就照拍，如果要雨下的话，那就先等，希望我到的时候雨赶快停吧，真的。真的会谢。好了，我们现在出发了，现在天还有一点小雨，求求了，赶快停吧，赶快停吧，救命啊，希望到天亮的时候不会困，然后大家都比较辛苦，跟着我一起熬，加油吧。谁没日没夜下马里的线，好，回头看我镜头，真的笑，回头看看你的笑，回头看在房间里面飞行模式，怎么消失不见，怎么不明白，好，看一下要看回放吗，我们早就回去看房间了。好，往前走，放松一点，可以转个圈那种。对，看天上的烟火，如果说你MV 想法就是说可以好玩一些，搞怪一些，状态的东西比较多吧。没有所谓条条框框，不会背景故意到场离场，自由像是一个宝。现在是早上8:39，我们已经从干到天亮了，然后晚上的时候说有可能会拍不到外景，还行，现在也属于是拍上了，对，保了一个夜景的外景，就是沿海公路，对，也保下来了，也比较幸运吧，就
我们在拍这段时间，都没有下雨，就还算是顺利。对，希望接下来也能够拍摄更顺利吧。哎呀，就别下了，这个雨下的我心烦。好了，接下来还有看看啊，对，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呢，我打算睡一觉。想干嘛呢？只想摘一摘。哎，也太无聊了吧。歌名叫别问再摘，就是谁也不要来打扰我，我就只想在家里面放空，然后呢可能拍一些好玩的，我在家里面会做什么，然后之后呢就是谁也不要来打扰我一个人，我想干嘛干嘛，我想出去就出去，想在家里面待着待着，这一个比较自我的一个状态。现在是7:36，我们从1:20出发，凌晨1:20出发，一直到现在晚上的7:36。对，现在去转最后一个场了。然后转完这个场，拍完这个之后呢，我们的 MV 就要杀青了。啊，转场时间差不多也得有一个小时吧，就在车上的时间就睡觉，对，保存体力。对，各位一会儿见。正式杀青，辛苦了老师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两天都辛苦大家了。这一次来到这边拍摄地之后呢，一直在下雨，然后这边还有那个暴雨，有暴雨的预警呢，很多外景都出不了，只能说想一个好，相对来说好一点好玩一点的解决方案，就可能会内景比较多，对我来说可能会稍微有点遗憾，但我觉得因为遗憾本身也是人生的一种，对对。然后就像B self 一样，就是它是存在人每个人的人生中的，对，也比较贴合。希望那个等到拍完的时候，然后到最后再过来有这样采访的时候，说哎，我可以很开心的告诉大家说，我外景都拍完了，很是。我现在的那个心情啊，非常开心啊，对，我也蛮期待的，最后出来的成果是什么样的，对，所以也除了开心以外，还比较兴奋，对。无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当中，都是一个属于想要自己去完成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做歌，我想要做什么样的歌，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每一项都在积极的完成，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这就是最好的自己。新歌手上，新歌手上。我觉得歌曲是带给人共鸣跟安慰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喜欢去听歌听音乐，我也希望这一张专辑3首歌能让听众收到那么一丝丝的这个安慰。我给你一天时间出去
工作以外的事儿，你会想做什么？就在家待着，就在家待着。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聊的人吗？我承认我挺无聊的，对，我是非常无聊的人，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梗。我不是想让大家那种抛梗接梗，这东西本来就不是我擅长的，然后呢弄出这种氛围感。会担心自己无聊被人忘记？担心因为无聊被人忘记，我觉得我还好。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现阶段更想用作品说话。那你是怎么理解自洽这个词的？其实我觉得自洽就是一种自我和解。